我的，起来来，回答一下这个成语。叫你呀。若隐若现。看不清。似是而非呢？不太确定。一无所知。鼓浪屿。行啊，有点东西。这是高手。上学时各同学内心状态，学霸。哎，这次考试只差一分我就满分了。学渣。一加一等于三。我。那个黑丝。激动没啥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at the bar is where I go。可别搁我家溜达了，你赶紧走吧，一会儿我妈看上咱俩在一起就废了啊。回来就是我来给你辅导作业。你倒第一给我倒第二辅导作业，你傻还是我傻？哎，你家电视我能开着看不？开开开，终于开出来一个翡翠。不是谁让你把电视开开的，我妈就回来就废了。我女人那不开开开的吗？我说的是我玩那个翡翠大师直接开。哎呀，啥也没有，这不会就是块破石头吧？这边再来一刀，这下赔大了，医药费都要我自己拿，这一定是一块破石头，看我一刀把你劈成两半。哎呦哇，这是块宝石，是一块无价之宝。 你快把电视关了，快快快快快。哎，是在左下角这个摸摸鱼 APP 里面下载这个翡翠大师吗？对，就是这个，里面还有很多的修仙游，没有氪金的烦恼，你也赶紧下一个。快快快，我妈回来了。哎呀，学习呢？我妈你回来了。嗯，有温度。不同座位学生上英语课，前排。来，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英语啊。Where is 长安街？ Go straight, turn left, and then right. 中排。Can you speak Chinese? Yes. 啊，你直走，然后右拐，前面有个广场，那块人多，去那块溜呗。后排。长安街五元五元，最后俩，快快快快，快走快走快走了。灵魂拷问，你搁这合计啥呢？你说第一个中国人是怎么和外国人交流的呢？你说那些贫穷的国家为什么不多印点钞票呢？晚自习不同学生遇到停电，学霸。两只小蟋蟀一头。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at the bar is where I go. 学渣。没事，有我在，有我在，别怕，都别怕。大一眼中的学生会。哎，你看那帮人是干啥的呀？那成帮结队的，那西服穿的也太有派了。那好像是学生会的吧？学生会是干啥的呀？我妈说了，上学到学生会，工作都包分配。啊！大三眼中的学生会。你看那帮二逼又开始聚会了。你看他们像不像学小？可不是呗，那白衬衫啊，让他们的脖子给爬进，那都去黑了都。早恋被叫父母时，普通父母。你家孩子成绩啥也不是，那处对象那是一个顶俩。你放屁，肯定是你家孩子先勾引我家姑娘的。咦，学霸家长，我听说你家孩子全年级第二啊。你家孩子不也是全年级第一吗？那到年龄的话，直接就领证呗。亲姐你好，亲姐你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请问你家老头还有吗？我的家长，真没想到，我家孩子平时沉默寡言。竟然在学校处对象，我家儿子也挺乖的呀。嗯，你家也是儿子？什么情况？班费不见了，一定是昨天晚上教室进小偷了。都怪我，昨天晚上值日娃娃锁门了。你昨晚几点走的？大概9:50。给保安室打电话查监控。不必了。监控显示，9:50到我们进教室之前，只有嫌疑人进来的画面，没有出去的画面。
密室盗窃案，有点意思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从窗户跳下去的。大姐，这可是37楼，那他一定就是在教室里，从来没有出去过。那他到底是怎么逃走的？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忍者，会飞天遁地，唰的一下就没了。凶手就在我们中间。什么情况？白费不见了。密室盗窃案，有点意思。你说的对，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教室。昨晚你走以后，教室门没有关，凶手就是在这个时候潜入到教室。小偷进来后正准备偷东西，外面吹来的风把门给撞了，小偷慌张的把桌子撞倒，门锁有从里面被撬动过的痕迹，说明他开了很久没有开开。也就是说他在教室待了一夜，这也足以说明监控没有拍到他出去。早上等我们开门的时候，一同随我们进来教室。好一张浑水摸鱼啊。你说这么些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就在门后，谁的脚印和他重合，谁就是凶手。你到底是谁？声音什么意思？老师想表达什么？第一在英文字母里排第26位，难道是学号？324、25。玩我。A4 纸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排第4个座位。杯子、咖啡，老师让我帮他泡咖啡。你今天干啥呀？没事儿。我到底遗漏了什么关键信息了？我知道了。老师从一开始给我根本就不是 Z， 而是从他视角看到的 N 在第14楼，有北的意思。A4 代表 AC4楼，也就是说 AC4楼北向第14个座位，就是他了。老师，你要的东西给你带来。干得好，我先去拉屎。还原学生会招生，招新时。你好，同学，学生会了解一下吗？你好，同学，学生会了解一下吗？需要的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平时呢就看看早操，然后晚自习有假，期末还给加分。今天你简单填个表格就行，稍后还会有个简单的面试。哦，行，那谢谢啊。没事。你好，同学，学生会了解一下吗？面试时。为什么加入我们的学生会？告诉我你的优势在哪，目的何在？啊，你还有什么别的部门吗？说。